什么颜色？很像灰色的，银灰色的样子，我没有看清楚。那你不是看到了吗？啊，看红色，为什么现在讲灰色的？啊？什么颜色的？你讲什么颜色？你给你一分钟。我打一下，你变一个人。至于那个什么，那辣椒水就拿去拿，看嘛，拿传上你。辣椒水给你拿去。不要啦。去给拿去。不要啦。看你俩不好讲。不要老实讲嘛。现在我再问你的，我现在还没拿进来哦。你最好现在好好跟我跟你讲哦，那个尸体现在到底在哪里？在新竹那个新城那宝山那边呢、啊。